马总统呢，给爱财告吼提供薪。那么总统呢，一早就跑到指南宫去拜财神了，希望金融风暴赶快过去。而且呢，对内阁救经济呢，总统也表示非常有信心，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来，一定可以度过危机的。金融风暴早日平息。这真的是总统心中最大愿望，希望指南宫的通天财神助他一臂之力，让他救经济。大显神威！在下秦明，中原台湾，风调不顺，不谈平安，路稳穷游。咱台湾的经济回春，我是感觉真欢喜。我相信，作为乡亲，我要赶快有信心。咱台湾人经过了很拍拼，经济问题未来一定一步一步来解决。那个旧经济，总统力挺到底，跟神明全心祈福，跟民众信心喊话。我唔啊，你唔知啊，就要来坐消费，这里卖开啊，安尼好唔？好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大赚钱，赚大钱，钱大赚，感谢各位。总统吉祥话，拼命说，要大家一开春讨个吉利。啊，今日总统啊非常有心，啊，所以巧克力金币红包吼，啊来个家跟大家过年吼。总统巧克力红包拿了一个，还想再拿，好多民众排队排了好几轮，替代一男在旁边干瞪眼，总统走了才敢一拥而上。中央新闻陈吴晨一凡 SNG 小组特别报道。